烫了，这叫花都不明显了。谢谢吧，我也爱你。哎，我们是你爱我，我爱你。今儿捐款，你得把钱捐了再走。谢谢您的热情掌声。是啊，这一场又把我们爷俩换上来了。哎，啊，我们爷俩，啊，说实话，大家伙儿比较熟悉。你先等会儿，这个爷儿俩是爷儿俩，啊，您这比划的有点反，我看。我们是爷儿俩。我们爷儿俩，啊，这个啊，不就不，别同时比划，您就说谁是长辈，谁是晚辈。大家伙儿看不出来吗？对呀，啊，啊，啊，我这么老行。怎么老？我都秃了，你没看出来？我也掉头发，我这是烫的，你不知道？大伙儿都知道。其实啊，跟于老师站在一起，啊，特别的高兴，因为毕竟我们哥俩在一起的时候，怎么改哥俩了？怎么又改哥俩了？到底是什么？爷儿俩呀！毕竟我们娘俩在一起的时候，哎呀，娘儿俩呀。啊，爷儿俩，爷儿俩，对，我们爷儿俩在一起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多，哎，偶尔啊有这么一次合作的机会。偶然之前我跟那个史爱东合作的时候，嗯，史爱东老故去，嗯，我们俩就在一起。史爱东故去，不是他经常是死去，啊，那就是故去，而反正经常是不在。有时候我们俩偶尔合作一回，对，但是不是特别的多。哎，那后来我跟这个孙悦孙老师做这个搭档，是啊，今天孙老师一会儿还有事儿，然后也走了，是吗？不是，那顾我说他不是走了，没有别的意思，走了不是，就是回家了，不是有事儿吗？回家了啊啊，一会儿还来呢，嗯，我们爷俩。给您合作一回，哎，大家伙都知道啊，于老师很幽默的一个人，不敢当。幽默的人，甭管什么人呐，他都有不同的爱好，啊，爱好很广泛，嗯。那他来说吧，嗯，他的爱好特别广泛，是抽烟、喝酒、烫头。你跟郭德纲真是师徒俩，我跟你说，好容易说跟你合作一回，还是这话，你这。他饶不了你，我能饶了你吗？哎，这得，我算掉进沟里头了，你出不来了。啊，我就这爱好，三大爱好，哦，抽烟、喝酒、烫头，最喜欢的啊是抽烟，烟琴，哎。这位老师，这一根烟呢 啊，抽一口，抽怎么叫抽一口？并不是说抽一口就扔了，不是，嗯，一口嘬没了。那我这么些年烟龄了，我这废话量还这么好呢？那是多的嘬劲呢。啊，什么叫作劲呢，啊，您这猛作，我给您学他怎么抽烟。你来了上台之前 啊还抽一颗呢，哦，啪点着了，打着火，哦，他找那个要死的感觉找得特别好。哎呀，我这就随着孙悦也去了。哎呀，啊，烧手了这就啊，第二口就能烧着手啊，一口就没，一口就没啊，哦，猛嘬猛嘬，咱们俗话说嘬死嘬死，就这么来的。哎，没听说过，我抽根烟就嘬死了。那可不是吗，啊，经常嘬经常嘬，导致啊啊，五脏六腑这些个内脏都完了。还内脏，就跟您有多的学问似的，内脏不是就完了吗？你有学问吗，宝贝儿？哎，这都是你跟我的称呼吗？这个宝贝儿，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啊。台上您抽我，我挨着，是不是啊？现在这是台上，宝贝儿，怎么着？哎，得了爹，您说吧。怒啊，怒，甭怒，这宝贝儿也不能说，怎么叫宝贝儿，啊，弄不死你。哎，行了，我憋着你给弄死呢。经常抽导致五脏六腑这些个内脏都不行了，真的，啊，这人不行，是内脏不行了，是我不行了，您说清楚了这事儿，整体，哎，
全不行了啊，我就要死，住院了，现在活过来了，前两天住院了，也住过一段院，在病房还抽烟呢，戒不了，猛做呀，还是这口。小护士进来了，啊，看了一个满眼，小护士要说他一句，得劝劝我，哎，小心肝。挺好的话吗？小心肝，伤肝呢。再瞧他，嗯，满脸猥琐的表情。我，小宝贝儿。哎呀，给大爷乐一个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们也是台上无大小。猥琐鱼就是他。没听说过，哪儿猥琐鱼？谁给起的名字？这是于老师，说相声说得很好。别客气，真的，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，嗯，人家都不会啊。你说现如今别给我吹了，都不会，啊，都会，不敢当，都不错。为什么人家说相声说的这么好啊？您说，家里有干这个的？哎，我们是世家，跟这个曲艺有些关系。对，他的父亲，嗯，郭老爷子是，对。到你这儿怎么没改别的？还是郭老爷子？我这姓于呀。确诊了吗？姓于。行行行，姓于，我从了你，谢谢您吧。于，姓于， 他父亲姓于，嗯，于老爷子，哎，啊，跟这个曲艺是有些关系的，嗯，他父亲弹弦子了啊，你说半身不遂了，什么叫弹弦子了？您这有诅咒的意思啊？你要不说，我没想到这个。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我父亲弹弦子了？弹弦子了，不是就半身不遂了吗？就这样，啊，弹弦子的，怎么那么别扭？你这话，我父亲是弹三弦儿，哎，弹弦儿的，哎，经常跟家弹，还是半身不遂的范儿，这个弹，天天弹，哦，抱起那弦儿啊，啊，三弦儿，弹弹吗？当。大的铃大铃叮大，大的铃大铃铃大铃叮大。这不是三弦，这快板这么拿着也能拿着。什么点儿这是？弹弦吗？弹弦有这大的铃大铃叮大，怎么了？这是什么点儿？这是经常这么弹啊，天天弹，天天弹啊，街坊邻居受不了啊，邻居啊，敲你们家门了，哦，要嘱咐你爸爸两句，不要劝劝他。帮忙帮敲门，嗯，老郭，怎么还姓郭？行了，敲错了，敲错了，你跟我这儿说什么呀？敲错了，敲错了。对了，敲。猥琐鱼的爸爸，就说鱼行吗？啊，行啊，老鱼，哎，老鱼，别敲了，哎，好听吗？嗯，跟狗挠门似的。这嗨，什么词儿啊？别敲了。嗯，我走了，走吧。街坊大妈人走了，哦，街坊大妈说的话他母亲听见了，哦，他母亲要跟他爸爸开始沟通了，沟通开始说话，他母亲老北京人，是说话呀，老北京的口音，一口京腔，哎，在座的可能老北京人也比较多，是都熟悉，我跟您说学一学啊，哎，老北京口音味儿好着呢，他母亲说了，您学学，我说老头子呀，什么呀这是，我有一句话想说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别说了，京腔怎么河南味儿的，这我说老头子呀，这怎么了，这老北京话呀，这是老北京话吗？这个比较古老啊，老北京都河南那边迁过来的是吗？那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你就这么说，老北京话就这味儿的。嗯嗯嗯，啊，我说老头子呀，呵，我有一句话想说。哎，你说吧。遗传，看见没有？谁遗传呢？这个，随你的顺口答音儿。我有一句话想说。说吧。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。您别客气了。人家弹弦子，嗯，我也见过。哦。你弹弦子，我也见过。那好。我有一句话想说啊。你嘱咐我。我说了啊。说吧。你这把三弦啊，啊，你得配上弦子呀。那是狗挠门的那个。什么都没有啊，这跟这儿，这不干挠吗？没有，你跟这儿还大的令大，这哪儿出来的点儿？这是，
怎么挠呢吗？那还是狗挠门呢，这个还叫配上弦子呀。他父亲一听啊，恍然大悟，这才明白。赶紧把弦拉过来。嗯，刚才都没拴弦儿，您这玩意儿。哎，赶紧把这三根弦儿捋上，这才能弹，最起码它出音儿啊。我爸弹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弦儿，弦儿，那叫三弦儿，得三根儿，知道吗？就三根儿啊？好吧，你这蹬出五根儿来了都。那不吉他吗？啊。吉他有五根的吗？其实是六根 啊，三弦啊，就三根，嗯，弄好了开始弹，大大大的铃大铃铃大大的铃大铃铃大铃铃大，我把您那弦再松回来得了。跟没弹上一样，还这点儿。弹完了、啊、特别的高兴，还高兴，特别的美呀、啊、哦，他父亲跟他母亲说话了，嗯，他父亲老北京人呢，我爸爸呀，老北京的口音哦，这么说的，你说说，我说老婆子呀，还真是老北京腔、嗯、我有一句话想说，两口子就别那么客气，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、嗯、行，您说，那我说了啊，说吧，嗯，我会，你爸爸来了，哎，你爸爸来了呢，这叫什么话呀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人催你，让你赶紧说。好的。要变味儿了。于大爷，您坐着啊。什么于大爷？说吧。我会探线儿、嗯。你会唱北京打个数？呦呦，你这等会儿吧，等会儿吧。你会唱北京打鼓数？哎，这是北京打鼓数吗？这个唱出来，确实会唱啊。会唱吗？啊，北京打鼓数啊，能是味儿。你会唱北京打鼓数？呵，咱俩明天去唱北京打鼓数吧。真胆子大呀！中不中？中。你妈也来了？我这一帮的亲戚哟，怎么那么些人呢？怎么这么些人答应啊？人家起哄，你跟你说话呢。他母亲说了啊，唉。一撇几何呀？你这当什么行？什么几何？撇。一撇几何？老北京话有这词儿吗？这个应该是什么呀？一拍几何呀？老北京话就是一撇几何呀。哎呀，我这长学问了，这是一撇成功了、啊。两个人特别的高兴。哦，做饭，做完饭吃饭。吃完了饭刷碗、嗯、刷了碗躺床上开始折腾、哦、这两口子这一宿，这还折腾一宿，折腾一宿干嘛呀？不是，就睡不着啊。睡不着那叫翻来覆去，知道吗？您这折腾一宿不像话，翻来覆去的折腾，哎呀，没听说过，再打炕上掉下来，这不是就折腾，就叫翻来覆去。我问你啊，翻来覆去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折腾，那就是就干脆折腾吧，就是折腾呗，折腾一宿，折腾一宿、嗯、到了天快亮的时候啊，俩人也都累了。哦，那还是折腾一宿吗？这不是，就是啊，天亮才累。他们都乐什么呢？你心里明白。天亮了，他父亲跟他母亲说了啊，我说老婆子呀，嗯，我有一句话想说，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。我会探线儿。什么？你会唱北京打鼓数？行了，别提这个了，就。可是到目前为止啊，咱没有鼓啊。没鼓那唱什么呀？没鼓怎么唱啊？是啊，唱不了啊，没法唱。得亏 啊，他们家对面有一煤铺，煤铺旁边有一个鼓。煤铺里会有鼓，买煤啊，帮卖炭那嘣嘣嘣，哎，对对对，哦，半夜给人家拿过来了，那叫偷过来了，还半夜干嘛？白天不拿，夜里拿的就叫偷。说偷好听吗？不好听也是偷啊。给人家偷回来了，还是偷，拿着这个鼓，啊，他父亲跟他母亲说了，哦，我说老婆子呀，
我有一句话想说，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。你要这么个气，那一宿就别折腾了。咱俩做一个小游戏吧。还游什么游什么戏？闷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干嘛呀这闷闷呢？鼓是漏的。啊，透着鼓这藏闷闷呢。那你还不是练钻圈呢？这个补鼓吧，补吧，那就两个人补鼓补了一宿。哎，又折腾一宿。后半宿补鼓，前半宿折腾，是这都不像话。天都亮了啊，去天桥唱北京大鼓书。你不嫌累？想当初啊，天桥盛世，嗯，唱什么的都有。对，京韵大鼓、京东大鼓、西河大鼓、铁片大鼓、都在那一带唱。杂不地，人家都怎么唱啊？嗯，鼓架子支好了，是鼓往上一放，嗯，前面呢租三条凳子往前面一摆，这叫板凳头，撂地呀。对呀、啊，往前面一摆，嗯，供着客人休息。哎，在这唱，唱完了收钱，这是规矩，都是这么唱。哎，他父亲也不例外。对呀、啊，租了三条板凳，往前面一摆，鼓架子支好了，鼓往上一放，开始敲，大大大叮大铃铃，大大叮大铃铃大。这跟三弦还真是一套。这么敲。嗯，每家每户都是人山人海，都看，唯独他们家、方圆四米没人走，唱快板的不招人，哈，唱的也不好，嗯，敲的也不好听，那可不嘛，这一天下来一分钱都没挣着，全没有，倒贴了凳子钱，连凳子钱都赔了。那是啊、到了晚上他母亲说话了，我说老头子呀，我有一句话想说。不知道当说不当说。嗯，哎，别嗯了，了两口子就别这么客气了，饿一宿了都。你那我说了啊，北京市里边这个人，嗯，他不懂啥叫北京大鼓书，就听不懂您这路北京大鼓书。咱们别在市里边唱了呀。那上哪儿？弄村吧。哦，奔乡下。他父亲说了，嗯，一别几个呀。哎，对，三伙撇俩出去了，两个人很高兴，嗯，都没有回家，哦，直奔农村，哦，直接下去了。走吧，走了一宿，嗯，第二天早晨来到了河北省固安县，这就四宿没睡觉了。到了固安县，嗯、天也亮了，嗯，找一个村儿，在村口呢，鼓架子支好，鼓往上一放，开始敲，大大大的铃，大铃铃大，正敲着呢，嗯，有打胡同口出来一老太太，哦，六七十岁了，哼，花白的头发。很精神哦，跟你母亲说了，哟，二位这是干嘛呢呀？二位，啊，二位，嘛呢嘿？这到了河北省，这口条都比我们这两位清楚啊。河北那口音嘛，他这叫有口音呐啊，我们那是正经啊，老北京话呀。哦，人家这有河北了。哦，这就不正宗了。那听人就多切呀，麻的还多切呀。儿化音切。老太太，嗯，俺俩是唱北京大鼓书的呀。这正宗的口。什么？嗯，北京大鼓书。对，您这味儿怎么比我还切呀？哎，对，到底谁切呀？啊，嗯，我来问你，嗯，怎么个听法啊？是啊。多少钱呢？是。老太太，哎。唱一百天，嗯，多少？一百天，吓死我得了！不是老太太，一百天，一百还是一百天？百啊？怎么意思？一百天，哎，百还是一百天呢？一百天，一百天，哦，一百天呢？啊，那你这一百天，一百天，您这老北京话嘛？哎，就甭提这老北京话了。唱一百天，嗯。一块钱哦，一白天一块钱，唱一白天，嗯，讲一晚上哦，把吗？哎，账头不对了，怎么不对了？账头不对，唱一白天一块钱，嗯，一白天加一晚上八毛，怎么倒少了呢？充分显示出他父亲的聪明之处。怎么呢？唱一白天给了一块钱，是到了晚上住店，好几天没睡觉了，得住店呢。那倒是，住店这个钱谁花呀？对，到这儿他自己花钱不折腾了。对呀。得住店，这个钱拿着一块钱花不合适。哦，唱一白天，到了晚上啊，本家一般都让人在家里休息了，管吃管住。哎，
给八毛钱也合适啊，省电钱。老太太一听，呵，才八毛钱，对，唱一天一宿才八毛钱，是是，行嘞，啊，上我那儿吧。哦，请去，爷们儿走吧。不花，慢点的嘿。这老北京人士现在都搬出去了是吧？都奔郊县了是吧？不是，他那个味儿比较欠。哎，这叫甭提这欠了。来到老太太家里，老太太特别高兴啊，嗯，把街坊邻居全都叫到自己家里来了。哦，大奶奶、二奶奶、大大爷、二大爷，嚯，一大娘、二大娘，嗯，哦，谢谢，你们瞧瞧，男的女的？哎，什么话这是？啊，正经的北京人，一撇几个呀？哎呀，行。老太太很高兴，街坊邻居全都叫到家里来了，那是要请客啊。到了快中午的时候，嗯，老太太旁边坐一二婶儿。哦，老太太说：“二婶儿，您就坐这儿，嗯，您就坐这儿，听您唱北京大鼓书，您唱的好极了，你看好听着呢。做宣传，二婶儿，您就听啊，就唱。那小孩儿，嗯，别闹了，孙子，滚蛋！哎，这叫什么话呀？这个有一小孩，怎么还骂人这？这小孩管他叫奶奶，他可不得叫人孙子吗？”哦，这辈儿在这儿啊！哦，孙子，滚蛋！快，二位喝水了吗？嗯，印场了吗？嗯，印完了，唱吧。这才叫老北京呢。弹吧，唱吧。他父亲开始弹，哒哒哒噔哒铃铃哒哒噔噔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弦断了。你这到关键时刻弦儿折了，这弦一断，老太太反倒高兴了。怎么还高兴呢？二婶。嗯，二婶听见了吗？怎么着？瞧见了吗？啊，人多好啊！你瞧这北京话，这多卖力气啊！对呀，弦都弹断了，嗯，说明人家卖力气，下功夫。二婶听您唱啊，对，听着，你别说话啊。哎，对对，听人家，别原因，那就别弹了，是敲吧，敲鼓，大大大铃大铃铃大鼓。哎，这是鼓也敲漏了，白补半宿，这就鼓一漏，老太太又高兴了，还高兴。二婶，嗯，二婶瞧见了吗？嗯，听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怎么着？你多好，多卖力气啊！是，鼓都敲漏了。哦，哎，你好好听着啊，这也叫卖力气。不要说话，不要言语，好好听人家唱啊。二婶，待着。哎，别出声。嗯，站，唱吧。孙悟空大战猪八戒。嘿，二婶，啊，二婶听见了吗？孙悟空大战猪八戒。嗯，这是什么段子，知道吗？你说。西游屁。对。西游记。西游记记，哎，西游记，爷儿四个，嗯，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僧，爷儿四个，西天取经的故事，不错，我听过这个，哦，这好着呢。对，二婶别说话，听唱啊，哎，听着，别说话，嗯，唱唱，孙悟空大战猪八戒，两句，二婶，嗯，听见了吗？老跟二婶有话呀，啊，二婶，听见了吗？嗯，人又给唱了一遍，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怕咱们岁数大了耳朵沉。重复一遍，听不见，又给唱了一遍。对，多好啊！重句儿。孙悟空大战猪八戒。对，孙悟空跟猪八戒打起来了。是啊，高老庄啊！哎呦，知道。孙悟空有一金箍噜棒。嗯。猪八戒有一耙子。这是回目。两人噼里啪啦打起来了。嗯。二婶，别说话。别说话。听您唱。来吧。唱。唱。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。这个。二婶。你要干嘛？听见了吗？嗯，我说什么呢？怎么着？猪八戒还手了吧？啊，这叫还手了。哎，猪八戒大战孙悟空了，还手了。哦，俩人打好些回合，这就回合了。嗯，打得好着呢。哦，漂亮着呢。虽然没有画面，但是咱们用脑子想象这个画面。先生的功夫。二婶，听人唱，人唱得好极了。来了，你别说话行不行？听人唱，听着吧。嗯，唱。嗯，孙悟空大战。猪八戒，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。二婶，没法听了这鼓。嗯，听见了吗？啊，又给唱了一遍。是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呢？啊，你倒想想啊。岁数大了，哦，耳沉了。耳沉不至于这么多遍呢。又给唱了一遍。哦，二婶，你好好听着啊，让你喝口水，但是你不要说话，好吗？听着唱。唱。孙悟空大战，嗯，猪八戒，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，二人没完了，听见了吗？嗯，又给唱了一遍。对，而且这一遍呢，长了一个调门
哦，涨调了，涨调门了、哦、你听着，二婶你听着呀，别说话，你别说话呀，对呀，你好好听着。嗯，这会儿接着唱。嗯，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、嗯、孙悟空大战猪八戒，二婶、啊、听人家唱的多好 啊， 啊，你不要总打断人家，人家唱的多好，你不要说话了、啊、这会儿二婶说话了、啊、我他妈弄死你就得了、哎、干嘛呀，嘴怎么这么碎呢、哎、从头到尾我他妈说一句话了吗、哎、全是他这贫呢，你听人家唱不就完了吗，哎呀，这一句一打断的，烦着呢我这，赶紧听唱吧，快点的吧，来吧，二了，唱唱吧，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，还是这句，别说了就、唱，哎，给憋回去了，孙悟空大战、嗯、猪八戒、嗯、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，孙悟空大战、哎、猪八戒，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，孙悟空大战猪八戒，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，就这两句、嗯、由打上午十一点一直唱到后半夜一点半，这才叫折腾一宿呢，知道吗，老太太家里人全都走了，谁听这个呀，就剩老太太一人了啊，老太太心里琢磨了，嗯，这是我们家呀，这要不是我们家，嗯，我早他妈颠儿了，哎，对，连家都有心不要了，什么玩意儿 啊，二位，嗯，别唱了，停了，二婶都走了，没看见吗？哦、没人说话了。别了，嗯，汤姆金说了，啊、哦，累成这样。老太太，嗯，俺不累。哎，还不累？你是不累啊？啊，那猪跟那猴累了。哎，对，俩人打多半宿了，这都八万多回合了，啊、数着呢，是怎么着？宝贝儿，让他们歇会儿行不行啊？啊啊，好家伙，知道一猪一猴就敢唱《西游记》啊？啊。你要知道俩长虫不得唱白蛇传去啊，没听说过那怎么唱啊，这都什么玩意儿 啊，别唱了啊，没什么用，还还中不唱，老太太，嗯，俺俩吃啥呀，哎，真有心肠要吃的啊，嗯，吃什么，没心没肺啊，没皮没脸的家伙，你问问那猪跟那猴吃了吗，那还俩比他们还累的呢，溜溜打一天呢，嗯，还要吃的，臭不要脸，嗯，行了，也就是我老太太心善啊，好，门旮旯后头什么呀，有一饽饽，门旮旯后头一饽饽，四个饽饽呢，哦，那是我老头死的时候蒸的，哇，这都八年了，哎呀，吃去吧，嗯，那也得吃啊，寡妇饼，饿了，嗯，饿了，来吃吧，拜吧，咔咔咔，老太太，嗯，那家里有锯没有啊，锯准备给锯快吃啊，太硬了，太八年了，好家伙，没有，嗯，凑吃吧，啊、哦、那也得吃啊，嗯，嘎呢嘎呢嘎呢吃，牙比锯强，一个人吃俩大饽饽，哎呦，渴了啊，跟老太太说，老太太啊，有水没有啊，啊，还喝水呢，鸡蛋汤也中啊，哎，行了，别不要脸了，嗯，还鸡蛋汤了，臭不要脸，嗯，没有，嗯，那门后头有水缸、啊，有凉水凑合喝吧，喝点凉水完了喝吧，嗯，那得喝呀，一人喝两瓢凉水，好嘛，老太太，嗯，俺睡那儿啊，哎，好，吃饱了就睡，倒是睡呀，嗯，也就是我老太太刀子嘴豆腐心，心软，炕都给你们烧得了，嘿，其实啊你们也不容易，那倒是啊，那屋睡去吧，嗯，你们那屋我这屋中间啊就隔一道门，哦，啊，去吧，俩屋睡吧，嗯，睡了，到了后半夜啊，坏了，怎么又坏了，您琢磨呀，啊，吃两个饽饽，啊，两瓢凉水，嚯，底下热炕一腾，嗯，上边棉被一捂，哎呦，到了后半夜这个肚子里起了化学作用了，怎么叫化学作用，这个屁呀，哎呦，你就听啊，听着屋里的呜当，什么味儿，呜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怎么开战了？是怎么着？连续放了有半个小时。嚯，哦，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放完了。嗯，这个屋里谁也看不见谁了。
都迷糊了，浓烟滚滚呐、啊，至于不至于？好家伙的、嗯，就听这个屁啊，好像世界大战开始了似的。没听说过。好家伙，放了半个多小时，嗯，这个屁啊，那真是韭菜屁。怎么讲？塞牙那么臭。什么话？窝瓜屁。嗯。呼口那么臭。啊。电线屁臭一溜，蛤蟆屁臭一坑啊。呵。要胀的屁是出溜出气，出溜出气。糖胀的屁是不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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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相声词，这哪是屁呀？啊，勾点芡就是屎啊！哎呀，呵，哎呀，太恶心了！您这话都听着了。这个屁，飘飘荡荡，晃晃悠悠，啊、来到了老太太那个屋里头，还串门去了，生生的把老太太呛醒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一点不糟践倒是。我这是做梦的吗？仔细闻闻吧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嗯，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吗？不至于的。怎么这么臭啊？那倒是，睁眼。屁呀！明白了。不行。嗯。我得找这个屁源呐。屁源？我不能做这个屁下之鬼呀。没听说过。老太太披上衣裳啊，来到你父亲那屋。嚯、哦！一推门，当！这是。把老太太崩回去了。好嘛，半天才爬起来呀。哎呀。一看这个屋里头看不见床啊，啊，浓烟滚滚呐、啊，都聋了。哇塞，嗯，原来是在这儿啊，找着了。老太太拿一大蒲扇往外扇，扇了有三五分钟，呵，看见那个床了，有点影。看见床不要紧呢、啊，嗯，看见那个被子了，再瞧这个被子，呜呜，还放着呢。哎呀，这是让屁给顶的呀，这是。好家伙的，不行，我得掀，啊。不能掀，为什么？刚才我一开门，差点没把我崩死。是，这一掀被子，非得把我崩死不可呀！哎呦，门后头有一木棍儿啊，老太拿一木棍儿，当挑开，把这个被子挑开了啊，揪住你父亲脖领子，孙子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就给我接着唱唱。他父亲说了啊，老太太，俺、啊、唱的不是不好听吗？对呀、啊，再不好听也比你放屁响啊！哎，去你的吧！